我去，下面什么情况呀？还非法组队，嚣张，简直太嚣张了！我靠，还敢狙我！天天玩戏，日日看板娘，我就是传说中的宇宙超级平底锅王小薇啊！今天是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啊，又到了我们一周一次的粉丝水友赛啊！哦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在和平精英里面举办一个粉丝挑战赛。那我们今天的挑战任务呢，就是全程用狙击枪吃鸡。小伙伴们，其实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了，毕竟我每天都在接受你们的挑战啊。用狙击枪吃鸡对我来说并不难，因为我每天都要接受各种啊，比如说拳头吃鸡啊、手雷吃鸡啊等等等等奇葩挑战。所以接下来呢，你们只要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我秀操作就行了。哎，不对呀，搜了半天怎么连一把狙都没看到呢？我这把还是调的三倍物资啊，难道我这飞球的命又回来了？我靠，谁打我呀？哦，完了完了，感觉要死了，来人呐，救命啊！哦，对了，我们可以开车撞他呀，我撞，哎呦我去，没撞到，看我蛇皮走位啊，看我不撞死你，哈哈，被我撞死了吧，还白送了 M24， 美滋滋啊。小伙伴们看到没，我现在已经上了绝地岛上最高的狙击点位。我去，下面什么情况呀？还非法组队，嚣张，简直太嚣张了。我靠，还敢狙我，哼，直接500米一枪爆头。非法组队是吧，有本事别跑呀。小伙伴们，老娘还是要在这里说一句的，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非法组队，这样既是破坏游戏公平，又会影响别人的游戏体验。场上现在还剩17个人了，但是我的子弹不多了，我必须要杀个人舔包才行啊。哎，我这边好像来车了，喂，别跑，我去，前面还有个空投，但也没看见人啊。哎，我靠，这里怎么还有个伏地魔呀？哎呀，真是可惜了，没能顺利吃鸡。不过呢，如果大家想跟板娘一起玩水友赛的话，记得要点关注哦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